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们。即使我时常无法陪伴你们，他们也一直无私的包容与体谅，让我能尽心尽力的无后顾之忧，在职场上努力奋斗，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呈现给大家，非常感谢。也非常感谢球迷们对职棒的所有球员不离不弃，认同与肯定我们的表现，一直持续的给我们关注，鼓励我们，和我们一起走过酸甜苦辣的日子。也谢谢你们，给我持球迷来。参加明日赛，连续十五年，这七王的荣耀。我知道这过程中有很多舆论，但感谢你们相信我、支持我，谢谢你们。也请神元教练跟我们的红振宇选手一起的往二垒来移动。好，请红振宇跟我们的队友们一起的回本垒，踩最后一次的本垒板。最后呢，在本垒等待的就是我们的教练，辛苦的教练，谢谢你把红振宇给我们。接下来我们终于要将它还给你了。